好嘞，出发。噔噔。嘟嘟嘟噜噜噜噜。四级团灭，怎么可能？没可能的代志啦。如果有三个天文学家，是不是直接无敌？无敌吗？你说无限黑洞吗？直接无限黑洞，我直接化身恶魔，怎么样？看看造型。你不要每天都选女角，好不好？卖艺人是怎么样？我感觉他会调。卖艺人，卖艺人就也是辅助啊，不就是你玩的那个吗？卖。没有，我玩的是吟游诗人呢。卖艺人好像就是另一个吟游诗人吧，基本上是一样啊。你看他被动不一样而已吧。好，那我要好好捏我的角色了。我要好好捏我的角色，认真的，这把是认真的。我要金发。你长得什么鬼样？我要金发好了，太亮啦，好亮啊！好，恶魔人，猎人啊！你这把玩猎人啊？你不弹吉他了？对啊，我不想再尬舞了。要一个更。那我们就是三个输出嘛，直接把怪拼死。哎，先接个任务。用功。哦，哎，天湖开局，这个背心。超远。哦，超远哎。直接不用拿。哎，乡间集会很近哎。哎，他这一开局这把双刀不错哎，那你先凑这一把双刀吧。那我们稍微打一下就可以拿这个双刀加这个盾矛嘞，直接相间集会吗？哦，这个双刀是敏捷的哎。哎，木烟阵也超近哎，对啊，这个双刀还加三敏哎，凑狗哥就可以直接拿哎。啊，总没有武器了。等你们先买这两个啊，这样我们可以快速的捅怪。这个是判定力量的呢，我是要意识呢。啊，那个毛啊，那毛不是意识的吗？不是啊，那双刀是给臭狗拿的。哦，对啊，你在想啥呢？也是哦。我开怪，你们吸的进来。双刀怎么看都应该是我的。来，我先站到中间啦。哎，感觉第二，感觉第二个就应该给臭狗哎，他这个动那么慢。你说我，那你应该站二号，站二号位。我站哦，我站哪里都可以啊，我摆不摆呀？我站这吧。那我要开哪一个？你能开哪个就开哪个，两个都会吸在一起啊 ！Oh my god！ 你就两个，用专注啊！哦，你还浪费我们一回合，我没有办法，我白卡，你们开吧，你们开吧。不是，你刚刚可以用专注开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也可以用专注啊。你刚刚用专注只要一啊，算了，我来开。哦，你来开吧，你来开吧。哎，一次三只赚，冲啊！我先、啊。弓箭手超快、欸，哎，你能射死一个吗？射晕一个，射晕一个。我没有办法射晕一个、欸，那你打这个女巫吧。猎人的能力是什么？就是拿弓箭的时候我会特别强。攻击力会比较高、啊，他说命中率会加正极，暴击率也会提
哇，你这个技能也太多了。可是看起来很我的啊，我有四个职业技能。哎、欸，臭狗打个 A O E 哦。啊，我打 A O E。不是你打中间的才能扩三只哦。可是我敲，也可以吧。哦，可以吧？说一个吧。我想说，最高六 D 耶。啊，你这么不行啊？那好像应该敲旁边的、欸。嘿、哦欸，正极！五鼻仔很多哦。哎、欸，你去打那个八 D 的，那类似给弓箭手打。那个热。那我不一定敲死八 D 的。但他一定射得死一滴的。好、哦，我其实也有机会可以射死这一只。你是穿透？我有这个狙杀、啊。哭啊！被打好痛啊！等下还要被击啄。哎、欸，我多一块呢，好爽！三 B， 你们原样吗？你拿？我不用吧，我应该也拿不了。我应该也不用吧。那就拿去卖掉。哎，我的。你喝啊？对啊，等等，我撑魔防，你撑闪避 ，OK 吧？那我撑护防，你撑血，我撑双防，你撑血。这游戏可以撑血的吗？可以。怎么撑？有加血装、啊。任性是任性。哦，任性。鹰眼神殿呢？增加二十五。哎、欸，这个鸡怎么可能比我快啊？这个鸡是比你快得多、哦，直接黑洞。本来就要平均分配哦，那个哪有那么多资源，哪有那么多？这样我们一人撑一种就很安全。哭啊！该不会其实是你的长相的问题吧？混！哎、欸，其实专注可以用专注，对啊，专注可以用一用啊。等等，要回去补血。哦，我是要回去补血了啦。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、啊，我可以用两点、啊。我这是补定喽，大致的鸡啄三 D 嘛。哦、哈！哇，你还可以直接打六那个七 D 的哦。哦，但几率不高啊！哭啊！哦、要被啄两下了。一挡下吧。顶啊！一定顶。他说我的暴击率会跟阿可都没暴击过，而且你刚刚打的也是 miss。哎、欸，你那一只有伏击强化吗？有啊，我会。你是会潜行还是会伏击啊？那两个是不敢。哦、oh, ，OK。你今天就没谁超过二。好像没有那个伏击敌的这、okay。那你就是潜行啊，潜行剩你一个的时候很有用啊。剩我一个之后会很有用啊。嗯。射晕他。欸、我比尽快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你真的还需要买那个长矛吗？你不是要拿弓箭？我拿弓箭好了、啊，那就有一个百步穿杨。
我对飞行升级会加他三。黑洞打出来了、哦，哎、欸，丁义敲晕他哦！我怎么又能敲晕呢？铁锤开局没有敲晕、哦，还真 miss， 没有。他身上的攻击越来越多了。黑洞，不可能就 miss 了吧？哦，我中了，真的很痛哎。啊！哇哇哇！哎、欸，三个叉太屌了！八趴嘞，给我磕脸！每一格都78%呢。魔法！哦，暴击！对、欸，暴击！你射中他三下嘞！身上有三攻击。嗯刚好三个部位做成串烧哎，鸡腿、鸡头、鸡脖子，粘住哎。怎么说？对你们要吗？那个法师拿吧。我拿着。好。哎，第二被战士拿走了，算了。我等下给你。给你。奇异圣物。哎，其实之前你拿。那个回城的道具是大家都有，是不是？你上次用自己的吗？回城的，你说那个什么能力只要扣一那个安全知识？对啊，好像大家都有吧？啊，我现在要去拿墓炎阵。哦，你们要走哪一边？术士吗？其实我好像可以跟你们去墓炎阵补血。哎、欸，那个我可以站在中间那个。你就站到术士的前面吧，看要开术士还是开小精灵吧。术士好了。啊，不然我站这。哦，你站这吧。哎呦，神庙。会开吗？你开啊，你开啊，应该可以吧？四格刚好。专注点。不用吧，应该不用吧。反正等我开。要专注点才开。不是，我是说等你等到我的回合也是一样啊。好、哦、啊，我要怎么取消专注点？没办法、啊，用了就用啦。智慧神殿，那我要开哪一个？法师拿 OK 吧，木烟阵那一个。好。OK， 痛扁。啊？嗯，哎呦，那怎么那么强？哎呦，怎么说？大斧哥先杀吗？火焰术士先杀吧。是先发吧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哎、欸、旁边那个大斧哥是很凶哦，他可能会直接。好棒！好棒！好棒！我这边有嘲讽可以用一下，你们先专心打，能打死几个就打。啊！黑洞！哎、欸，我想用嘲讽哎、欸，还是你们不用？我看一下。嘲讽啊！嘲讽啊，你一定得嘲啦，不过你嘲了你也会死啊。不会啦，我固若金汤欸，若金汤 gay 啊。我如果暴击来啊、哦、你们怎么没打通知我会死吗？没事，我固若金汤啊啊、固若金汤快闪开啊，我举报。哎、啊欸，好，好像卡嘞，游戏好像卡嘞，有地震，有地震，有地震。哎、欸，我游戏断嘞，哎、欸，我断嘞、欸。哭啊！我游戏断嘞。哎、欸，好，那又重开了。怪怪的，弓箭手怪怪的。是，是不是？我妈住我妈。我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，我感觉我们刚刚天胡开局哦，不是差点就过了，刚刚那么好的开局，最后动啊，哦，哎，其实应该，其实丁义第一个动最好吗？看你们，都可以你第一个动嘛，你赶紧来，
哎、欸，你开了吗？亚，还是你变日本？5566一定在亚洲啦。这款没有大凯，早就被丁义处理了。好。好，我第二个天文学家，最强法师，绿灯。地表最强魔法师登场，准备就绪。大凯已经7414了。开局来一个20法伤的书本任务怎么样？哦，哎、欸，大斧头拿起来。那留大斧。你接啊，你接啊，大斧头任务。哦，你说扔。其他都是垃圾，那等回来把草埋一埋吧。超级大，可以啊。说不定出到我们附近哦。哦。哎、欸，冲过去，直接把他干掉吧！哎、欸，那个三等哎、欸，拼了！只要干掉他，只要干掉他，我们就一路平安了，一路大顺畅。我大不了地震嘛，我等直接黑洞他。哎、欸，你沉下去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打亡灵强化哎、欸嗯，还有群聊哎、欸，群体治疗哎、欸，我可以先顶着用哎、欸，这我可以先顶着用哎、欸，你盾丢给我。好，你才能不是蛮高的吗？哦，你才能72哎、欸，哭啊！那你干嘛不用？你才能72、欸。好，我等下想起来。哎、欸，我是你们最高的。嗯。你看，还不像铁匠哎、欸。哎、嗯，白痴，看一下那一只。像拿琵琶学。看一下那只术士。啊？你用那个一点开吗？我用吧用吧，为什么？不是啊，我是说楼上那一只术士啊。我们还要先打术士吗？不直接开这个吗？那你开啊，那你开啊。你用掉2点也太亏了吧。这就满，我伏击他怎么样？37吗？伏啊伏啊，伏他。有成功了。亏烂了！哇，我们就一起干掉一只啊！他血不多啊，一个回合一只。21的先嘛。21滴先处理吧。我可以直接来2件呢、欸。你直接用那个大的、喔。没事啊，丁义有亡灵强化、欸我。我那个大的只有、哎、只有穿甲。快点来一波大的呀、啊！ Yeah! 那只给白痴射吗？射死吗？算了，你把它收掉了。直接来个最大的、啊，完美有驱散呢、欸。废招啊！驱散是什么？不是直接把它赶走、啊？应该不是、啊，我不太确定。听起来像是解掉了 debuff 的，你赶快弹死左边那只哦。好好好，嗯，弹死。啊啊啊！不然，哎，严哥，你也开始奏乐了。嗯，再打掉一只。怕，很怕。你不是有一招什么强力射击之类的吗？攻没有啊？你想要绕跑、欸？绕、欸、跑啊！你要
呀！我会帮你上 buff， 有一个庇护。那个是圣盾术啊，你赶快干掉他。你能打八吗？不行，打七而已，好废呀、啊、！MS 五，完了，哎、欸，没事，我们两个应该可以。快闪开！看来要先打中间那一只，好像抢的是中间那一只。正极，你快弹死他、啊！我这里也没什么用啊，阿班。完蛋了，不好说。黑洞，我原地闪退了。没有，很稳，我们现在很稳。你等一下是就直接走掉了。不会啊，我游戏不稳哎、欸，我等会暴击直接把他打死了，你赶快输出哦。哦，你不要再用这个驱散了、欸，你普攻明明就比较痛。这个不是这个就是我的普攻。哎、欸，你快弹死他！你暴击弹死他！不是，那你要他暴击啊？暴击！暴击好像也九滴而已，顶！没事，闪开，可以 ，easy， 今天被你全拿嘞，顶顶顶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哦，等等，你砍击超快哦，我得先补血，你还可以多动一格哎。明明阿皮为什么是满血啊？真的、欸？这个生命圣坛也太猛了吧！我拿吧，啊没有啦，我拿吧，我拿吧。你回去补血啊，这个我拿。这个我拿吧，我拿吧。啊，你拿，你去撑生命值 ，OK 吧？对，生命值，撑血。我撑双防，然后明明阿皮撑回避。好。Okay.我就不知道怎么撑血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啊，所以撑血的就很多，直接满血。啊，你先把钱丢给我、啊，我感觉我要补一手，我快炒开了。那我要用专注吗？你用专注干嘛？不是，明阿 K 给我就好了，三块就够了。哦，三块就够。哎呦，你还可以过来。那你把顺便把这只用一点吧，用专注点。哎、欸，你记得先放斧头啊！有，我现在是斧头，我现在斧头。那你砍死他，那你直接进去砍死他。好，好，一斧头把他劈死。啊，没有骗你的，其实我不是斧头。哎掉！哎掉！又在耍白痴。等一下，我先帮你上 buff， 你先投诉。就有人在搞人，真的是有人在搞人。黑洞，就知道你一定行。好，我偷偷的。好，哭啊！你还要换浪费一个回合。哦。黑洞，终于有用，很好，小果终于有用了，很好。那个球白痴拿，给我。我先顶着吧，帮我等你抓开。嗯，感觉快被害死了。走啊，直冲任务了。那我可以再雾、
知道去那个什么乡间集会所吗？对啊，去吃鸡，然后去木烟镇嘛。哦，你这一只跑很快欸，猎人吗？运气升32，被捉够了。我跑得飞快。哦，嘻嘻嘻，进啊进啊！我可以用两点吗？闪用一点啊！用啊用啊！哎，你快升等啊 ！OK， 来，水啊智力，怎么说？你要吗？先丢给我啊！反正没装，穿一下，被击啄比较不痛。没好一天，可恶！完了，这样我也开不了他、欸。啊，这样咪咪阿 K 也开不了他、欸，很尴尬。你好像应该留一点在这里的。嗯，我旁边晃晃。我们先接近木烟镇吧，你拉一个距离啊，三格，大家可以开到。一二三，要不然我就跟你站同一格，顺便回。也行啊，你还有猎人步伐可以再回哦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啊，没事，说不定我这个用之后就升等了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啊，你还不先走进去？哦，原来要踩在上面了。超难看的！哦，又浪费一个回合了。好啊，两个回合不见了。你有头绪吗，丁一？消失的两回合。嗯，吃鸡喽！屁的！哎，你那个武器有什么技能？我还蛮多的，有一个可以流血。你那个武器竟然还是单手的？对啊，我还可以放个小盾。对啊，血。用 bug 的雷克萨？没啊，根本没有人在选这废角。至少没长我分呢。什么东西？雷克萨是废角，我不信。来，你解决一只，我解决一只。来、啊，我秒杀一只啦！来，你处理一只啊。好。我就用这个。啪。啪。不过啊，我怎么打？他不是说我命中率大幅？那这个鸡也是大幅的会闪，哎、欸，它真的很会闪、欸、我们不能看怪的那个吗？闪避值啊！哦，还有没有看它的能力值、欸？哎，魔法剑，魔法斧头，啊，这个鸡真的好强啊！我啊、欸、如果你升到两级的话，你射箭是会变7吗？应该是会提升啊，记得升级会提升攻击力啊。这个鸡怎么又比你快了？哎、欸，对，他们这还要连啄两下、欸，我们两个干掉一只啊，就右边吧。啊！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要用这个了。来，丁一来个 AOE。我没有 AOE 啊。那我就普攻了。那你多一只。Go！
这前期运势不太好啊。那是他有一个不幸诅咒跟虚弱诅咒啊。从未命中哎、欸。丁义当然要比我们两个强啊，资源全灌在他身上了，剁一下你就该死一个。哈，黑洞，没错，剁剁剁剁，哎哎，是没满就一定歪是不是？他没事，渡过金汤，有点会闪。没事，你要再被他啄一下。没事，他不一定。快闪开！我等等帮你直接料理那只鸡。哎，你直接把这个鸡网给剁了。来，我两点直接用。我要吃鸡腿。大家伙来了。阿白是你是只有这一招啊？对啊，我另外一招就是穿。就是穿甲而已啊，他没有痛啊，他没有比较痛啊，一样六血，然后穿甲，对啊，你放血一下，他的弓箭啊，你这看木烟阵有没有放血啊？好，哦，有了，我的老天哪，阳寿打击啊，了结他，啊，漂亮，你老天哪！你这么猛哦！我先收的，以免我那是以免死掉，在的不行了。你已经有一个啦，我算失利啦。那我丢给你啊。对你原本已经有一个了。前往木烟镇，我们好穷哦。哎，给我钱，我要回去。我要去踩那个问号了。你给我钱，我要回血。哦，这个钻哦。等一下。哎，这个还不给我用。没办法，我踩了它就会消失了。也是哦。而且以你的运气，一定是进战斗啊。我怎么呢？不，进木烟阵。你要不要先吃？哎。你那个不幸跟虚弱，你要解吗？应该不用吧，那个够，那个应该没差吧。那个应该是没什么差，他只要不要在路上遇到事情就好。风势卷轴要去图书馆，来一个厉害的任务。我看看啊，有一个运送的会送一把玻璃剑，那个超烂。另外都是破碎是怎样？杀熊吧，我们去打熊吧。有这个战熊啊，战熊没败呢。我真的可以换这个闪电法杖，就拿那个啊，随便你。熊啊，这样我们得买法杖加这个弓箭。熊 ，OK， 走，杀熊。哎呀，不错，哎，有重弓哎、欸，重弓。我们杀了那个熊，就可以买法杖加那个啦，那加专注，哦，剧毒免疫耶，奇怪，哎，这法杖还可以拿来群聊哎，但是好贵哦，凑一下这根法杖吧，32块。我现在往哪走？熊怪，怪啊！哦，那里还有个石碑，快点来卡。你多走一步吧，我们应该可以开道吗？好，那我多走一步。相信。一二三四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英雄杯是。哦，看的谁、那个？谁快死了就去拿吧。估计是我，等等要用飞毛腿去抢。哦，泡温泉？不会吧？2%，别跳过就好。哎，捡到东西了，法杖、圆盾。OK， 拿去卖掉，3块钱。
啊？嗯，你开不了熊哎、欸。我也只动。你冲过去，然后美好了一天，然后飞毛腿。没错。什么都没发生。没事，我踩。你现在不能踩啊，他好像进不了。可以啊，我们三个、啊。三个魔法师呢？精算了、啊，点。战熊，哎呦，痛哦！我打杀的死熊吗？打森林狼吗？行吧，你看他能不能一刀把熊打死吧。哦，这人被他砍一下一定超痛。没事，我顶住。如果他打我，魔法剑，刀刀刀。Oh my god！你可以去拿那个神殿了。其实你也不会死，操作一下。哦，你们一拿斧头都是在你。嚯、哦！哎哎啊！他不可能再变魔吧？不可能啊，固若金汤。没事，了解他。30块，这都按分享，就直接分享了，分享都没钱了。啊，先丢给我啊，我可以去买那个法杖啦。这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这个给你啊，你这走超慢。啊，你们先把钱丢给我、啊，我要去买那个治疗法杖。给不了你，你也给不了我。你可以怪我一格吗？来，丢钱。等我一下、哦。啊，重攻嘞！我重，我重攻呢，哇！你的重攻，等下一回合啦，我看钱够不够、啊。哎，拔掉！我赌博，拔掉啦！可以够了吧？有了，有了，重攻也有了。太美好的一天，太美好的一天，哇！你这美好的一天，哦耶、yeah ，什么都有喽。我再戴个头盔也没有问题嘞。哎、欸，你要记得买神之芒草呢。等一下，没钱了啦。他把钱花光了，他就带了一个什么皮革帽。那可是皮革帽哎、欸，这是我赚来的钱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用两点直接冲过去哦、喔。先把专注花完嘞、欸，把专注花完啦、啊。然后我们直冲，冲！啊，再动两格，直冲，这也太远了吧！哦，我中间还有一只这个猴子卡着我。嗯，磕了？不是，这一次的是超级远哎，然后我们等等还要从那个里面再走出去，冲啊冲啊！我会开这女巫吗？你们打、啊。一刀就把他劈死吧！走走走！就一次。这个他已经死了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有九点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升级加三点伤害、欸。升一级差三滴啊，差这么多。哎、欸，那个行星好像也会 buff 到我吧？是吗？吗？吗？我不知道。所以第一颗行星是强化我们的、啊，是全部强化吗？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加回避嘞、欸。这给我啊！这给我、啊。他拿着、啊。哎、欸，钱又可以给他嘞。哦。多五块、欸。哦，那我们又可以去打这个、欸。OK。打狼，好远、啊！我开不了猴子，我就把猴子宰了。你得单挑，我不可能打出猴子吧？我直接黑洞。哎、欸，对了，他大喷血了。
反正我要升级了。我什么正级？哎、欸，我现在有治愈术哎。你可以再补血哦。哦，我可以再补血。好，试一下啊、哦。嚯！五块钱。哎、欸，在美好的一天，我赶上你们了。你先过来拿弓箭了。好。等一下再开一个瞬息步伐。啊，你记得换上去。你不要定义耶。我先换。装备。是的。有吗？他比你快，怎么可能？他零等呢、欸。这个狼怎么可能比我快？你七十八嘞，那他也是八十以上了。保底闪避上升，来啦，满弓射击啦！哦，你也可以打到十六、哦，行星连珠很赚呢、欸。那你寻马再要分一个，算了，你拿两个好，你好像走的真的很慢。哦，我去白卡，哎、欸，上面有一个烟斗将，哎、欸，不然你寻马给我，我直接冲过去把他那个了。烟斗将出在地图旁边是啥鬼？你说给你那个，你给我寻马，我这个回合加上那个，我可以直接冲进图书馆。好，两个都给你啊，一个就好了。哭啊！好，那你换我一个。那我往哪里走？你就往这啊！我不一定甩得出来啊。哦，如何？我可以先把你们吸进去。哦，哎、欸哦，直接碎啦！碎。碎碎碎！哇，这把这个开局稳了。哦，我蝙蝠又快。那我单杀蝙蝠吗？好啊。你能打掉一只炸气师吗？我试试看，应该不行啊，我最高四点的。那你就打蝙蝠啊。满弓，可以，丁一可以直接敲死一只嘛？运气好的话。哎呀！那边抓起来呀、啊！怎么样？试试我的治愈术吗？治愈术、哦，你们不一起打死一只啊？哈！然后呢？没补啊？补啦，补啦。有吗？应该有吧。你那个负面状态被我消掉啊。说其中那个什么哦，就这个冰冻哦。嗯。哎，还好帮你消掉。好啊、你刚刚被打了。不是，还好我有帮他消掉，不然就死了。那个多25趴、欸。你那回合打他，他不就死了？我怎么可能打死他？我才打八 D， 你现在怎么把他打死了？我才打八 D， 他就只差一点伤害。Oh my god！ 我要死喽！你坚持一下。不是，你要草药，还是我要直接群聊了？哎、欸，闪避哎、欸！五、哦。要群聊了吗？看你，我自己吃一个吧。我直接群聊啊，不是啊，群聊跟你直接吃不是一样吗？哦，好啊，不然你草丢给我、啊，你草都丢给我。好，我草丢给你。等等，危险！你还有那颗球吗？
欸，这个只看运气耶。交给丁义吧，丁义写多，丁义写多。啊，那就丁义吧。25%。多按几次会成功啊？对啦。不痛吗？啊、为什么这不能用专注？这很烂。哥。哦。欸，你看我快死了。我最后一次了。可以啦，弟弟弟嘞。好啊，我好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好，我来，我来。换你。看我的。哇。看我的。欸，卡关嘞。哎，哇哇哇！过了，哦，过了，过了，又可以准备群聊，应该不用吧？要群聊吗？应该，感觉不用吧？要吗？不用吧？看你，我就不用。啊。哦，免死香菇哎，你拿着吧。他应该是战斗，哎，竟然两根哎。不是，丁义，你拿那个干嘛？拿出来哦。你又不是说你拿吗？你有神殿呢？你有神殿还在那边呢？好说嘛，我哪知道你的你拿是哪个你拿？我直接群聊了啦，反正等打完也是要群聊的。我先插女巫吧，你就射死他。哇！哎，还是我们一起打果冻，可以打掉吗？看能不能在他攻击之前。反正施展可以攻击两次啊。没有，我。好，不然你先射女巫啊。我可以直接把骷髅头射死。那你射死这个，然后等等再射死女巫，我跟丁义打那个果冻。骷髅头好像有机会射不死。暴击，可以。哎，然后我们打掉果冻啊，打掉果冻，果冻危险。攻这里。哈，你留这么多给我打。没有，我还有一栋啊。他还有一栋啊。好啊，那我来一个大的。哎呦，大的呢？大的。怎么又是我啊？我都没有被诅咒了吧？没事啊，这个老巫婆没用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无伤。哦。加七名哎。可是你哎。我可以先顶着用、欸，可以啊。我可以先顶着用，然后我要补血，再换这个法杖，完美。哎，水哦，说的吧，说的吧。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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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，还想吃啊？哎，这样我又可以拿那个法杖出来。耶，给钱。哦，又有一个哎、欸，运气差在哪？我跟你一样。好，我先顶。不是你是本体运气差。啊，我刚那阳寿打气，你是没看到。你直接磁铁一次都没过。换我喽！你有没有图书馆？你去，直接进吗？应该直接进。你拿进啊！图书馆又不用打架，要负一连珠吗？我想一下，其实第一个连珠还行哎，负一吧，不然我们等下好像被烫哎。负一灾祸，灾祸是什么？灾祸是那种地图上会有灾祸 boss 啊。连珠吧，连珠一点。
连珠，他就说要捡连珠、哦。第二个连珠会每回合扣四滴哦，很痛哦。酒馆，酒馆，然后接下面那个嘛，然后我们再开船去欧尔顿，然后把草全部埋起来。OK。那个什么，有一根水管。有水管。这个是地精弓箭手啊。真的？哪里？好酷。在那个上面那个小岛这里啊。哦。不是，这里有一个岛是要怎么玩啊？这里又不能开船，这是能吸过去的、哦，不行啊，不行。你可以单挑兽人，还是我来打、啊？兽人应该只有一只吧？哦，完了，来呀、啊，一人一下。哦、哎、呦，没差，你又快升级了。噔噔噔噔。三点零，对，附完连珠之后，我挣十一点的攻击了。啊，那个应该是全场加攻击。哎、你是不是又想左边再来一下？那个有三只哦。很不行，我这样吸不进酒馆、哦，我还是等你在酒馆旁边哦。好，在这可以。我们来 punch 加兽人，潜行，掉兽人真的超痛，魔华，万真勇，黑洞。哦怎么样，白痴？藏宝哎！别吧，我拿弓比较强。你拿弓真的有比较容易暴击吗？后面是这样写啊。这个人他这个技能是骗人的吧？我百步穿杨。感谢奥斯卡。哇、哦，可以！哎呦，可以！进进进！战斗！先打两边嘛。你可以直接射死中间吗？没办法，现在那我们就打两边吧。哭啊！还好这个没差。丁义干掉中间的，我跟白痴干掉右边的。说的轻巧。哎，哎，你怎么不用点数啊？你要升级呢。没事，那我们两个他老乱挪一个就是不行，把他干掉吧。哦，不穿呀！有嘞，哦，触发就是必爆。触发的技能哦，那你从来没触发过哎。那也太扯了吧！丁宇，你要不要开嘲讽啊？反正你快升级了。你们打不死吗？左边那一只，我要敲哪一边？你要就敲死左边的、啊。敲不死啊？那不就嘲讽？超不死你就开嘲讽啊，你就扛一下。好、哦，操！啊？没成功吗？啊？没成功。完啦，我也被扰乱啦。没事，他好像还是被你嘲讽了。没事，没人受伤。哦，没有人受伤。没人受伤，我直接电死他。来了，我来个满弓射击的，太满了啦！
所以啦，他知道你要升级嘞，漂亮！攻射击！崩溃了，恐怖啊！我这个一个五块，多可！我也是一个武士，用点阳寿好不好？升级，我拿吧。你也拿钱了、啊？我跟四川拿一样吗？我们两个拿都一样。我拿一样吗？哦，他妈的，水啊！哦，什么时候有这个的？Oh my god！ 哦，这护甲，哎，藏宝图开起来看看。OK， 等一下，难道就在这张图吗？看一下啊，藏宝只用。哦，有了、啊、宝藏，好远哦！啊，他怎么在海上？哎、欸，船票在谁身上？在我身上啊。那你带你去开船，我去拿拿看。老板，我这样可以，我把船票给你。这样是可以拿的吗？不是啊，你也走不到那个、哦，你赶快去开船哦。这个是走过去，我也踩不了那一块地啊。怎么说？我去哪里？你去欧尔顿把那些东西都买了。好啊。买草就好，那个烟斗别买啊。为什么一根十八块？这么贵吗？涨价了，这么快啊？也太贵了吧！那是打完第一只 BOSS 就涨。我把这些，你们应该都没有这琵琶吧？卖掉啊，卖掉、啊。好，这样我可以卖两根。好，我去生个烟斗。要往海边靠吗？没错，让船把你吸进去。准备出航喽！我感觉你们不一定走到。我走不到啦，那个宝箱，藏宝图。哎、欸，你也有？我也有啊。好啊，这个地方，我看是不用拿喽。还是我们上面那个港口啊，塔普拉刚好在比较靠近的那边的位置。也行吧，也行吧。阿爸，我们走上面的港口啊，下面的港口其实比较远。对啊。哦，哎、欸，快点飙起来！我去开船，你们去拿宝箱嘛。我其实有回程卷轴、欸，哎、欸。我用荨麻。那你荨麻直接过去拿了就走了。哎、欸，白痴，把钱给我！啊？你要你干嘛？我要买补品啊！我24块。别诅咒、欸、我要那个女巫克星啊！不是，你身上那两个又没差。哦。我这是谁啊？我顶着，我顶着。给我、啊、加三闪避嘞！不是嘞，哎、欸，加四双防嘞！双防是我的吧？欸、那个闪避最闪避最高哎、欸，不是四点双防呢？双防是四点呢？我们不是分配好了吗？我双防也可以，你有15了，我00呢、欸。不是你还有香菇，你又快升级了。你看我这个血量，不该这样的。你有四滴血，我只有38滴血。我快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该给谁吗？丁毅，你看我血量，我已经快死了。你看我护甲，你看我护甲，你们一个91，一个15，我00哎、欸。
你先给他顶着好了啦。我等等拿那拿那个水法杖，你那个再给我啊，赶快开船了、啊。但吸得到我吗？哎、欸，上不了船，可恶啊！那你等下回合、啊，我们靠近一点，我用你就开啊，你真的就开啊，有人上船。那到了，我没了，出航，哪里还哪里？哦，哎，原来出航是看才能哦。真的耶，神之移动音乐武器，必移动距离间攻速。哦，啊对啊，等一下我给你那个什么草的，丢过来丢过来，太爽了，两个。啊？为什么不能给你？啊？对哦，明大衣，一个海石洞穴四等呢、欸。哦，有没有兴趣？海石洞穴哦，不知道出不出来、欸。我先把船停在这里啊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啊。我觉得我们很强。我先给你药草，可以挑战一下，进去打一架就升级。哎，丁义、啊，现在是我动。算了，去查普拉好了啊，去查普拉买装备了。好吧。哎啊！等等，船要开到港口、哦，你先进查普拉接任务。古代神殿，来，我直接开图。反曲弓，垃圾，接六十块的吧。是真的，这个我要啊！不是，那反曲弓就跟你身上差不多，你六十块还可以自己买一件新的。我看一下这个商店卖。五点攻，个十五点攻攻击也，阿爸买，阿爸六十块也可以啊。六十块我们可以买火龙带。不然六十块吧。哪一个六十？窃贼，蓝色果冻窃。不要果冻。好，最下面这个。哦，看起来。窃贼是等会偷我们的钱吗？这怪都这么高等。赶紧把船开过去。还是把你吸上来好了。你干嘛啦？我干嘛？哈，这不就把你吸过来了？欸、我要去拿那个神殿啦、啊。智慧神殿哎、欸。所以啦，以就是该给我这种高智商。哎呦，剑很强。三等吸血蝙蝠。我怎么感觉那个香菇好像要？你可以射死一只吗？我不好说呢。他刚刚打你多少、啊？不痛吧？啊、我记得不痛。九滴吧。我可以跟你。满弓射击。哇！你好像要杀死自己嘞。完啦、啊、我杀不了一只啊，我满弓射击王啦、啊、我帮你干掉一个。还敢不用专注啊，不用专注也只有58%，不行啦，全倒啦。那时候这边信输一。来，你嘲讽啊，你嘲讽啊，嘲讽啊。64%嘲讽怎么说？哦，麦克罗安啊，赶快按右键哦。专注吧。
那个不就一点？好啊，你现在就不想救咪咪 Lucky 啊？我们差。哎，不是他，好像固定一种。OK 嘛？你一定一定要把中间那次打死，一定。你就看他要不要够专注啊？一定的88%啦。可以啊，哦，你这招比满弓射击好多了。格挡，哭啊！打到我了，正极。好，丁毅，你收左边呢 ？OK。你23点 ，OK 吧？超级， okay、超级 miss。我的天哪！你好像要等下，我好像得帮你补血嘞，还是你赌一？他们打死他，你要赌？补血，补血吧！哦，哇，他们都可以全满啊，作弊是不是这边？他们永远好啊，又全满啊，对啊，怎么可能？我都没办法全满，啊！百步快扬，一刀八劈死，五落金汤。你看七点剑子啊，就这样啊。哎、欸，你那个香菇，如果你要死，你真的要记得吃哎、欸。嗯。你先把我吸过去，然后把船收起来吧。哎、欸，嗯，我等一下我这个给你，你猜一个地方。我猜一个地方，肯定是这里啊。在神殿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完蛋！七月山洞哎、欸，那我们就去七月山洞吧。你们把下面那一区探完，啊，我去。摸七叶山洞吗？可以啊，那我们往丛林小妖那里走吧。你下船，然后把船收起来，往丛林小妖那里走。船，最后一个才能收吧。我来收啊。啊，什么都没触发。嗯。才能，我的才能。冲啊！有哎、欸。你就下船了，你别把船开走。好，丛林小妖 ，Go Go！ 你要打这丛林小妖？好啊。你们两个还要加蝙蝠哦，等我到吧。哦，要不然等他吧，等他，这个好像有点难。那是还有一只蝙蝠哦，还要蝙，算了吧。啊哭啊！被你拼贴格、啊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你也不杀了一格啊。你刚刚走左边是，也好像可以冲进山洞哎、欸。这个中间是可以过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开专注了。中间应该是有路吧。如果这个可以过，我等一下直接把你们吸过去。哦，这个很肥、欸。哎，吸爽哎、欸。他、啊、那是一直吸哦，蝙蝠啊！哇哦！哦，你要剁死他、啊，我来处理蝙蝠啊！这太恶心了，这个蝙蝠。没事，我跟狮子丸轮流打，是可以。理论上不太可，除非他又给你来五个叉。他应该不会用五格的那个吧？五格那个，我只能说怪怪的。那个吃人品。谁啊？你们拿，我专注很多。那不然你拿着、啊，我先。你拿着爆发、啊。喂、欸。我就十八地哦。嗯。没
没事啊，你有生命圣坛，慢慢回啊。哦，两滴两。我看一下接下来怎么说。是要进山洞吗？我进山洞吗？哎，没有这个。你往我这走一步啊，我给你吃草啊，你就可以冲进山洞了。可以吗？不够吧，不够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步哎，不行哎。我要专注吧。你先给我草、啊。你要再用一个专注啊？嗯。我先走完，看有没有发生什么。好了。没有。有啊。没有哎、欸。进入。进入。列队。可以。补血了。哦，喝。哇。不是补血的。哦，哎，啉酒啦，啉酒啊。你顶着用啊！哎、欸，我有一罐，两罐，对，哦，哇，这个看很不错嘞，这个比他这给的超低耶、欸，但是有没事、啊，他还有加一堆数值哎、欸，你知道你敏捷就是加到，而且还三格，你加到59，你还是最慢吗？不是他还是有三格、啊，他只要三格，我这个斧头要四格，你就拿，还有伏击反制。对，只是这样你就没有放血了、欸。没事，不放血。又是这个磁铁。哦，冲啊冲啊！这次我不能当坦克了。给53的那个按啊。来53 ，OK 吧？我来吧。解除。老天哪、啊！解除，我按吧，好像要准备群聊了。哦，我把这个磁铁掉。解除。哦，啊你不给我按哦，我可以群聊哎、欸。等一下一样可以按吗？你刚刚要是再喷一下群聊，你刚刚要是再按一下没过群聊就补不起来了。啊！来！哇、哦！我的天啊！欸、完蛋！他这个猜拳。盾啊！你 LE 破个盾吗？哎、欸，我只能打小妖精嘞、欸。那只能打小妖精啊！你先秒他。攻特级啊！哦，哇！他有魔防哎、欸。先破盾吧，你先破盾吧。我看一下，我可以杀掉小妖精啊！我这把小妖精干掉了。我其实不知道这个有什么。你那个招，先杀丛林小妖吧。那个招好像比较接近猎人的招吧。啊，丛林小妖，我有一个环级耶。三，可以破盾了。来，满弓射击，太神啦！哦，他那把吉他怎么那么帅？黑洞，哦、就带走。黑洞，去啦！又掉一颗球了，可以、啊，好爽。哦、那我再来一次吧。反正也没差，反正都是下个回合死啊。你刚刚不如赌一手、啊，没有赌了也不会死啊，我就23D 啊。你赌了有可能要暴击、啊。哎、欸，来，他满弓射击，百步穿杨哇！哎呦哎。有了吧？我百步穿杨加满弓射击，直接无敌。不
不是你分一颗出来啊，危险的时候我可以拿。哇、哦，你双防爆高嘞！可以吧？有双防了。啊，还有别，还多的嘞。完啦，我中毒啦！有病哎、欸！加魔抗哎、欸！这个要满格才能杀的。那一只我杀，那一只我杀。满弓射局。别再刁我啦！哎、欸，你魔防超高哎、欸！好、哦，剁，我吃剁那个蝙蝠！哎、欸，老乱，被老乱，传舵。如何？复攻吗？我就给他。啊？你就。哎、欸、对哎、欸、对我离开游戏了你不用玩了哎、欸、是你已经直接退到不用玩了哭啊哎、欸、是你们一定啊、哦、不可能啊哇这个蝙蝠怎么可能这么强啊哎、欸，他的吟游诗人好像真的是吟游。我可怜啦！哎、欸，怎么可能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举报。不是你有专注点、欸？他很怪，他很怪。你有专？我不管他，满攻射击啦！打王要用的。啊、除了贝凯，哎、欸，他都能打十七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终于可以用了。切了，闪电没了，你终于可以动了。啊！我的神殿，没差，楼下一个啊。我的撑血计划没了。怎么说？这给你吧，你身上那什么混沌？我不知道这个是诅咒吗？我这好像是疾病、欸、是好像是吃人参的、欸。不是，好像是吃人参的。要、啊、不然你跟米拉去拿人参。哎、欸，对我人参的，我两个，给一个。我群聊一手，人参加加，这个病会传染的、啊啊，危险。我建议你把那个香菇给丁义、啊。嗯，丁义可以吃香菇了。有什么好料？看。哦，宇智波反弹，这个定义拿嘛？这个只有一次哦。好、哦。对呀、啊，闪避。你拿，这什么？这分之一。哎、欸，这个不错、欸。这个八八八八，阿、啊、爸拿起来。就是那个会多一格的那个、啊。哦，靠塞靠塞，还不错。啊，按龙拜卡。玩家会在哪里呢？嗯，啊，不然我往左边探吧。估计就是在这一边了吧。怎么可能不在刚刚那一段？那我要走这边吗？我们先开这里的怪炼等吗？我开那个白化蝙蝠，白化蝙蝠好像可以耶，可以。我很强悍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潜，很帅。潜他。不要了，战斗。哈？我要全满。这是超强蝙蝠哎、欸！这个还要全满才能打、哦，超级蝙蝠！我觉得先杀蜘蛛哎、欸。你确定吗？
蝙蝠超快哦！哎，我满了，有人帮我补刀就可以了。我被补死了一只啊！我这个蜘蛛也是超痛。直接引来了啦！你不要不用省了，你要多23哦。没有，我多不了23了，我只有21。那就扁吗？我这把武器的上限没那么高，这把这么痒哦，但很容易全满。不会吧？我也该闪躲一下吧？啊，这个要全满哦。你也只能拼了啦，我帮你振奋之音了啦。好一格啊！哇，那这个蝙蝠这个超快的。你解决吧，我解决他了。敲晕。哦，不是这个名就79%，我说来一波大的啦，快闪开！哎，好像可以开，好像可以开帐篷嘞。你用一格吧，要开帐篷了，帐篷可以回二。啊，四 D 一定可以吧？不可能。行，我们开帐篷把这一区给清了吧。哎，我的我的，我有烟斗，我有烟斗。直接开吧，你直接开你的吧，还是要回来一格？开我的，回来一格，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花也给宰了。哦，好不好？回来一格，哎、欸，可以再过来一格，哎、欸，这我直接给你，不要换。天该不会要亮了吧？它该不会消失吧？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不行，我一定要进去。不，你用专注冲进去吧。啊，嗯。要变尸体啦。还是我拿斧头啊，斧头上限超高的、欸，一看就知道那个要拿斧头啊。那个剑怎么看都超烂。他有招架，他可是有招架，反击哦，他有反击哦。你那个又没在用。我感觉这个自干的时候可能比较好。黑洞。别吧，我闪掉了。哎呦，没炸，证明你的价值，斧头。证明自己大的。还行嘛。满弓射击，百步穿杨。斧头，你才甩到3就已经比你那个箭甩满还痛了。我打。凝视茶，哦，你还可以打完，然后再回来补，完美。新的一天开始，注意哦，旁边有小妖怪，扁他。那个丛林小妖。这些怪好像都很弱，对我们来说。哇、哦，魔法弓箭，什么？来给我们爽练的。Lady First 吗、嗯、？Lady First。先打那个弓箭手啊！过，他有模仿哎、欸，啊，帮你消一下血啦！好，我打稳，打稳，劈砍，咚！有，满弓射击，百步穿杨，满他，
哎、欸，你满打多少？二十八。满的话打三十几吧。哦。那个要黑洞一下咧。必输点。怎么说？往左边探吧。你往左边走一个看，没有？不可能吧？欸、那就是在右下嘞。不好说哎、欸，左边很多格哎、欸。感觉要分散的、欸。要分开行动了。吗？要吗？如何？看起来要分开行动了。我就往城镇那里走吧，我顺便接一下城镇的任务吧。我要船票、啊，我可以沿着河岸把你们吸起来啊。尤克里里队伍人，哎，两个杀死果冻任务，怎么说？我们打得过果冻吗？果冻就是一个七十几滴的鲨鱼哦，痛扁他。你确定哦？真的、啊。打果冻哦。打。打果冻哦。就在隔壁哦。他在旁边。嗯，他欠杀。要等我。等你啊。只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把左边探完。那我先看上面吧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凑出一张视觉卷轴哎，我觉得要直接买了，不然你那个要探太久了。我应该凑得出来吧？好。应该凑得出来吗？哎、欸，对了，凑不出来了。这个船可能吸得到你吗？好，也吸不到哎、欸。回程卷轴，还有新的法杖嘞、欸，40块。好。哎、欸，白痴，帮我买那个法杖，然后我们痛扁那个果冻。不是，你先过，你先过来买那个，你先过来买那个卷轴，你把狩猎弓卖掉，然后买那个卷轴。要等你啊，等你啊，你等来开。好。然后你说买，你说买视觉卷轴，视觉卷轴加那根15公的法杖。没钱啊，没钱啊，这样怎么赔钱？那个给丁一吧，丁有，丁有70块。可以啊，那我到右下角吗？还是到左边？到丁一要走的那边啊。那几个，看一下要怎么样才可以到最多，这样吗？哦，没有哎、欸，不在这哎、欸。哭啊！还照到黑警啦，出事啦！那个出了就是一定要打。那个出了就一定要打、啊。哦。嗯，我们先，等先处理果冻吧。那我再回去休息。好像不行。可以啊，你再用一个专注不就可以了？懂。如果是说这样，我开不到果冻哎。可以啊，你没有三，你只三个。哎、欸，好，这不是好像可以，那不是一二三吗？那你不是有远程支援吗？希望你跑得到。哎、欸，这果冻一定要直接秒杀哦，他会把我们装备吃掉哦。OK。你要不要伏击？拼了吧！我用两个才那个、欸。两个才这样哦。可是我这样很难剁死他，我不能用超级旋风斩把他剁死。战斗那别吧，战斗那一般的战斗吧、嗯。其实他速度没很快。哎、欸，我可以二动。哦，原来他是100多滴的鲨鱼。你要玩大的哦。玩大的，58号攻射局。哎，他踩一下装备是直接消失哦。还是套一下那个保鲜膜。海不太阳。好，等哎、欸，等白痴可能要套一下、欸，装备会不见哦。说那个
黑洞的。哦。套一下吧，啊、套一下吧。阴木子，满弓射戟，百步穿杨。我的天！你还是打普通的吧。盾牌没了。正极是有吗？我不是还有吗？还是没了。扣一个呀，总共三个。好，大再见。哎，60块到手了。这给师尊拿吧。我干嘛？你再丢给我、啊，然后你再丢给我。羽毛，必加三。我给你。丢钱丢钱，我现在丢不了了。哦哦，然后我们得先去旁边打那个黑警。那个是能吸的吗？还是不行？我不太确定了，我看能不能上船，先把你们吸进去好了。好啊，先把上船钱丢给我。太远了，太远了。你去找丁义啊！那他就在找我。哦，可以准备升这个竹杖，这竹杖还会放血，凶哎！芒草全买，其他都没料。我整哎、欸，我现在渔民整套哎、欸，应该可以把你们吸上去吗？刚刚好，只要往上走一格就可以吸到我了。嗯，不是，你刚刚要往下走一格，你自己靠过来啊。无问题啦。才能，我的才能。哎、欸，你没有哇？这怎么说？我把大蟒蛇，哦，怎么说？你只能往一边嘞、欸。不是，先去黑警吧，黑警先打。什么？黑警？好，黑警。感觉好难哦。那你也只能打。这个、哦，哎、欸，不过它会掉装，哎，它会掉出这个琵琶的样子。哇，他们这个是很多都很猛。好像新物质准备了，准备吗？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看一下状况。我们先一起打死一只吧。边谁边左右两只还左右两边啊，两边先打掉啊。我的天哪、欸！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丁是中混乱了吗？完蛋了、啊！我中混乱嘞、欸！我中混乱了、欸！哦，我们现在是直接乱打、欸、哎！哎呦，他不知道懂吗？完哎、欸，好像得用哎、欸！不是我被降临前我也动不了啊，我超后面的、欸。没事，我们扛一下，能扛能扛。东西是能丢给我的吗？啊，不行！你哎、欸，你要补血嘞、欸！嗯，没办法补血啊！啊？群聊离开战斗才行啊！没事，他还放飞刀了，你可以克星物质。我这边得吃东西了吗？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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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嗑蘑菇吧，哎、欸，嗑蘑菇好像就可以不用放那个、欸，放就不用放新物质，你嗑蘑菇。好，那我嗑蘑菇了。你嗑蘑菇，然后敲死右边那一只。
不是，我现在身上是短，我现在手上拿的是短矛，我啊打九 D， 不是啊，他刚刚把我武器换了、啊哦，那你再换啊，你再换、啊，你就打换嘛。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打九 D 有打跟没打而已。哭啊，我的裂掉啦！哎、欸，好像得用嘞、欸。我中混乱啦！我被混乱喽！啊！他帮你吃人参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我人参解掉了，哎、欸欸，你解掉嘞、欸哦？你可以丢道具给我们吗？木子吗？哦，用啊用啊，你能用就用啊。我不能用啊，他用是道具啊。你把道具丢出来哦。你丢给我吗？丢给我吧。不行啊，不行，物品来了。那你赶快，你赶快射死他、啊，赌下一只他不攻击啊。来啦！你干嘛射呢？完了，又在害。又在害了。等你戳他。哎、欸，丁宇，你先吃镜子啊！好，我先吃镜子，然后打左边、右边。怎么说？好，你只能打死一只。你赶快打死他、哦！你打死一只。完了，被白痴害啦！反弹！哦，对哦，对哦。如何？我感觉还是开起来吧、欸，你还是得开起来啊。我哎、欸，我应该是打不死他哦。我建议你是开起来、啊。是啊。你这个伤害好像啊，他还会回避。都没嘞，哦，都没要消嘞，怎么办？我要喝蜂蜜酒吗？你就开一瓶吧，喝吧。啊，欸，为什么我中毒？算了，我就全 all in 了。all in 了，真 all in 了，要升级了。白痴，你赶快用啊！你要升级了，拼了啦，大的！可以，他会掉那个琵琶跟那个帽子啊！完啦、哦欸，这什么东西？我怎么看不到？全部东西团队加一啊！我先收着，我看不到东西啊。下了。身上怎么有一个蜂蜜酒啊？对，结束。哎、欸，我还可以再动一步，往哪里动啊？开回去、啊，开回去啊！开回去把船收起来。我们不直接开下去吗？哦，中毒啊！你要直接开到下面去找、啊、也行吧。我好像得吃草升级补血嘞。吃啊吃啊，那。所以你现在没有办法群聊啊，没有办法群聊，你那个盲草一人给我们一个、啊。我在想，也行吧，先给你好了。你们先拿着。一人拿一个。我这个进地牢再群聊啊。拼了啦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给钱，又可以买一堆了。啊！哦，给钱！哎、欸，我可以给你货物，我给你短矛，这个好、哦，这样我就不用被换武器了，可以。又多三个槽了，草本百科好像可以买一买、欸，68块，有可能拿到三个草就赚呢、欸。哎，草本百科，草本百科，大鬼，
可以那个啊，在路上走一走会找到草啊。五、哦，那哭啊！这里怎么、啊？加三力量的勋章哎、欸，才九块，有没有兴趣？可以啊，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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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啊，我已经关掉了，还可以再买吗？啊，好啊，那也可以、欸。他还开着不是吗？可以吗？我点不了嘞、欸。因为你没有移动点吧？哎、欸，丁义装这个，振奋号角，这里的号角，哎、欸，振奋之音，好啊。如果我们可以进场战斗、欸，我可以群聊一下，或者我们可以直接升级，要赌升级吗？哎、欸，我得解这个诅咒跟中毒吧，这诅咒超，哎、欸，你去拿那个英雄杯啊，你去拿那个英雄杯。是啊，我直接开下去吗？往右边开啊，往右边开啊，去找啊。然后你顺便拿那个英雄杯。我刚好在这上面三格耶。不可能啊，一定在这啦。我感觉到，一定就在那个暗女巫的下面。我要直接在这边下吗？啊，下去啊，下去啊，啊不然呢？不是，你要拿那个啊，你要拿那个神殿不是吗？没有没有啊，因为我看如果要绕的话，要绕很大圈，那边走好像比较快。不是，你不拿神殿，你的人就直接死翘翘了。哎、欸，还会晒伤四点呢、欸，会不会死掉啊？那来，行，哎、欸，疾病治疗师哎、欸，可以治疗疾病和中毒状态，萨满治疗师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来治疗中毒？收费的、欸，你下去好、啊，下去、啊。那你要给我钱，我要让你们上船吗？上船先吗？别吧别吧，不是就要下去了，好就要下去。我们从这里走比较快啊。十二块，拿去。啊，你还给我开回去一步哦。塞满。啊！啊！完全恢复哎！我靠！回哎、欸，直接完全恢复哎！不买嘞。那那那为什么？那为什么是你去啊？不是、啊、那个看那个看心脏的、欸，我心脏也没有很差，也不错吧。我告诉我哪里？哎、欸，我看不到地图啦，剩下的问号在哪里啊？在右边啊，在我的正右方的那，就我的右边右，那个黑暗嘉年华右边啊。这样很好，哦、我得吃草了。或者是你直接开那个传送，直接把我们送过去啊！嗯，我要留着吃大的草。这里可以开传送吗？我得下船才能开传送啊！啊，这样船会被留在这里啊，船得开过去了。啊，那用走吧，走。哇，开始被晒伤了。哦，我可以走超远诶、欸！飙啊，飙啊！嗯，不是，你没有开到那个岸边，所以我要先开到哪个岸边？你直接怼那个鸟吧。我只有打完，当然是要继续开的。鸟人，他比我快，哦，哦，闪躲。风筝，带走。喂，58%难得满呢、欸。这个就50%而已。哎、欸，这好像可以卖10块、欸。你卖？那就卖掉。看吧，看吧。往上走。
对啊对啊，你把那个要看一看啊。你猜一个吧，要不然你就两个都走吧。你也只能猜啦。我敢去。这个。有啦。吸进去。他是吸进去的吗？还是解锁的？啊啊啊！吸的。可以啊，这山洞里面应该就可以帮你们群聊了。怎么说？才能？才能是我吗？你吗？76%。透了。睡。哦，又有蝙蝠，杂鱼，对杂鱼。我现在绑一下，他应该就死了。蝙蝠系。两耶。先收拾蝙蝠好了。哎呦，你是痛的离谱啊！换武器啦！哦，哎，你有把那个装上去吗？中，对啊，振奋之音那个，有啊有啊。不过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振奋你自己，放血，振奋之音。免疫，不了，帕克卡派，13D 不难吧？78%，耶！闪避草，哎，开垦，哎，你那一根分给丁义哦。你怎么有两根草、啊？闪避草、欸，哎，这个我吃了，我闪避就60，你就只能吃一根哦。完蛋啦！我是攻击分子啊！你们打吧，完美闪避，闪避70。啊？我叫你们打吧。啊？你发疯了，师尊！我先吸一口血。我攻击只有十点啊，不是、啊，我攻击只有十点啊。你啊，哎，不是，他可以闪掉。我只能帮你们扛招啦。可以啊，哎、没事，我帮你爆球。可以啊，他只要打我就 OK 啦。可以，你有没有嘲讽？你信他？你信他？我本事高是这样的，我们降攻击啦，有啊，没有闪避70点，有料吧？可以啊，啊，他可以，他现在攻击正常了。哦，我好了，你那个好像真的可以开，有看起来有用，有料吧？应该是有用哦，可哎。你装不了，就那个给咪咪阿给装哦。没有，我现在是那个团队的那个，跟他同个那个。哦，那你装这个、啊。装这个吧，你装。哎、欸，游侠，哇、哦，闪避再加二。哇哦！你要不要把草分给丁义啊？让他晒一手、啊。好、啊、好，我把一我把一个给他。哎、欸，哦，这个哎、欸、你。你有这个部位吗？红姐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帽子哎，你们要才能命气专注帽，我顶着吧，我顶着，我没帽子。哎，不对，你不是有一个小丑帽吗？啊，我是啊，不，你小丑帽给我，你顶着啊。阿爸，你拿丢给我，你丢给我。我先拿着这个小丑帽。哎、欸，小丑帽该不是加钱的吧？没有啊，小丑帽是全部加
加那个不加防。是啊，小丑帽有一个技能哎。来来，帽子嘞。距离城镇一格之内会获得金币。哎，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跟你搭哎，换一下，你戴小丑帽。好啊，都可以。不是我说秘密阿 K， 他不是那个5%的啊？这样你进城镇多一块啊？我带这个哦，我看一下啊，这样我闪避，这样我搜寻范围会减一耶。我现在是帽哎，那个我带啊，那个这个渔民帽。我看一下，原来获得币。哦，华丽的衣裳原来跟草本百科是分开的。来，力量在交给我。撞门，开撞，砰！大王哎。狠狠地扁 boss， 我可以先玩那个群聊账了。先闪避了，你直接开闪避啊，然后你再磕那个草。我在磕那个草，我闪避就100%。你不是上，你上次不是有什么不能叠什么的吗？还是我也来吃这个草？好像有，不知道他这个。不然我也吃这个草，42%回避，不可能被打死吧？来，我们两个干掉一只啊！好，你还会生命吸血啊？吸血，被吸五滴。你是蝙蝠，好爽！打我！快闪开！闪避！哎，真的哎，这个69%直接闪烂嘞！你快射死他！你跟我射右边的。还是我们可以一起把领导者干掉。你两栋，我应该可以打20。但分之一。那我们直接干掉领导者。可以，一直闪。无情吸血。啊，怎么说？啊，你把他砍死啊？怎么说？好了，因为阿 K 等可能收不掉。就这样。开回避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到底啊？你不是说你要开回避？哎，啊，你不是要开回避？应该开回避的、啊。没人阻止你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怀疑自己啊？不是啊，我想说，我应该不会被打、啊。你要是再被打一拳，那是直接就嗝屁。其实我也可以拿钱的。哎，双防 OK 吧？算了，你穿着。任性。我这边好像需要小回血 OK， 所以钉刺棍，那就卖掉。我手指甲哎，你穿啊，你穿、啊。没有这。这个我不用啊，他就已经有了，网友了，我有了，你能不能？不是，只剩你没有了。你不是没有穿锁子甲吗？我那个渔民衣啊，加闪避啊。不是那个，不是一个档次的啦。建议你还是先穿锁子甲。我这个鱼。大渔民单一水属性我免疫耶，这个不错哎。你确定了？那你就把它拿去卖掉。啊，这个也是蓝色的啊，真的。渔民大一不是才加3点闪避吗？他加3点闪避，
三点模仿，一点护甲，然后再水属性免疫啊，然后打水属性再加20%。我有加智力哦，加智慧的，终于不用靠赛尔。哎，你们也拿一本哦。哦，你还不是把它捡起来的？不是，你们都按跳过了。哦，这个我有了，我是正分之一。那给咪咪阿 K 拿。海螺的壳，哎。付一点猪。付，不然被烫死了。烫了。谁选？不是我选的。连珠，再见。德克萨斯，好远哦。爸爸用船把我们吸过去了。这肯定是得用船啊。哎，你先穿那个海螺。哇，闪避加三呢？那是海螺呢，免疫哦。那份钉有没有料啊？刚好有个什么东西啊，就是海螺是不是？负二最大生命点。哦，传送卷轴啦。哦。不过免疫好像也行。上船。哎，那个任务怎么办？定义下去打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吸到。你开到那个黑暗，所以我要开到这个黑暗降临王那边停下来。你开到黑暗降临王那边可以停了，然后最好你先吃一个草。好。嗯。你还要再被扣4D，现在超烫。哎，不下船不会被烫啊？哦，没有，我们解掉了。你不用去练度了，对哈、哦，被我们解掉了。所以我去开窃贼嘛。扁啦、啊、扁啦、啊，很冷的扁啦、啊。扁，四等杂鱼，轻松。来，给我一只，我直接啊。哇！他这是要直接捅死你啊！啊，你又开回避术了。我现在69%回避。放血！加油！你还是把他干掉吧。啊，我把他干掉。69%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。绕跑了，这样算成功吗？他就偷你的东西就走了。哦，他好像这个偷了就会走。60块拿到了，这皇冠可以自己拿着，我有那个吗？汪汪，双防头，现在就卖掉了，哭啊！那我要干嘛？我可以单挑金正雄吗？哥。你应该可以耶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上面你可能会吸到古代萨满哦。没有，吸不到。那我刚刚挑，你刚刚挑，不会输吧？好啊，让剑士什么叫做真正的战士战雄？战雄打你应该10D以内啊。战士。感觉可能打你5D左右吧。哎、欸，你要绕跑哎、欸！我没有哎、欸。真正的战士是不会感到恐惧。你是在说某个人？上次那个落荒而逃的那个。你是在说那个落荒而逃的那个？全员上船。再吃个蚊子怎么样？哎、欸，你再顶一个草好了。我要生烟斗。
好啦，哎、欸，我这一段帮你们补血啦 ，OK 吧？好、哦，你是说你要换那个法杖啊？啊，我用蚊，我这个蚊子直接帮你们补血、啊。哭啊！又中了。烂掉了。我闪避变高了，你要不要中一下这个？啥哥，我看一下，减六血。真的哎，这个会加五发闪避。哦，你没有哎、欸，都没有那种两格的。群聊。哭啊，两层啦！啊！我越来越闪了。发闪避耶！完啦，这个要被这个弄死啦！拜托一下，运气好一点。哎、欸，我喂，这个。会不会到时候可以叠满、啊？再这样叠下去是真的不得了。正极，哎、欸，自由，我赚哦！又有新物质用了。哦。冰刺者，哇靠！哇，你的詹姆哎，我必须拿这把，我必须。你就是冰刺者啊？抱歉，我拿詹姆。冰刺者，走。哎呦，还有强风哎、欸。哦，直冲。这样你还要升烟斗吗？好像还是得升的、欸。要啊！你又不是随时可以爆群聊，你看有没有下一根群聊杖啊？高级一点的。啊，我也想要换一把，我这把武器已经用很久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有熊怪，你可以杀了熊怪，然后再回任务吧。你们可以先把船开过去一点点啊。没差、啊，真的要继续开的、啊。嗯，别，我还得去治病哎、欸。这个一层扣多少啊？每个回合还要扣6滴血，超痛。该不会我自己的恢复可以治我自己的病吧？嗯，那你拿那把冰刺的攻击没有比较高啊？错，是不是？那肯定的。错觉吗？那个一定没比较高。哎、欸，加智慧的，加。上限应该没比较高，可是他给很多数值。然后我想拿那个渔民帽、欸，哎。这个团队帽给丁带吗？拿去啊，你拿去啊！那团队帽给丁一啊。好，我要进城了。进城了。哦，有地上。没问题。那个我看过去。我印象中也很难打。那个是不太好打，我建议大家补点专注。看一下，好像也没什么，还是我买根？哦，没，下去治病啊！哎、欸，我旁边有一只蚊子，这边长出一只鸟嘞。那我可以先吸你们嘛，然后我下去治病，我先开船，然后下去治病，然后你再把我吸上去。多问题。
大满格。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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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！哎，先不要，剩下的东西卖一卖了。移民帽你还要留着吗？是吗？因为那个华丽的帽子，还是我升二级烟斗？你要升还是我升？是啊，你不会一直拿群鸟啊？你如果你一直拿群鸟，当然，但应该是你升就好了，你又不会一直拿。群鸟，那我刚也应该升一下，可恶，我刚没升。我跟 B 也要、啊，不然我先升这一手啊！我来，我这一波打群聊 ，OK 吧？这一波你们打输出。OK 啊。等到我快不行了，我再把那一根拿出来。OK。OK， 走。先给你一根草，以免你等等直接死掉。啊，不对，那是新屋子哦。我直接开啊！拜拜。开啊！刚好刚合。